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多天使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拳皇九七的这个特别系列啊，是一个 TASS 的通关啊，也就是俗称的这个表演通关。好 ，TASS 通关的话，我们是选择的这个龙虎队，好把百合放在了第一位。说一下，可能很多人对 TASS 的这个概念不太了解啊，它并不是作弊啊，它只是利用软件吧，然后跟一些电脑配合吧，打出你想要的一些效果。可以这么理解吧，就是用特殊的方式吧。让电脑跟你，不是说让电脑跟你吧，就是说可以对电脑做一些这种特别的调戏吧。因为打 TASS 的话，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，因为你要不停的这个 SSL 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这个操作吧。好，这边百合刚刚是顺利的带走了七家室啊。一般来说的话 ，TASS 都是能够无伤通关啊，因为打得太精细了，基本上 TASS 的话都是可以单独到一帧一帧来出招的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操作上的失误，包括可以打出一些很极限的这个连段吧或者操作吧。好，这边打克里斯，好两次空投之后的话，挑衅了一下这个跳低站 A， 选的一套必杀直接带走，那么百合的话是无伤。经过了第一关，下一把的话应该是板崎良吧，板崎良直接上场，或者是罗伯特。因为既然是打一组一组的话，肯定是尽可能的表演更多不同的内容啊，就是让大家看得更过瘾一点。这种视频的话跟对战视频的话乐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是也是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吧，看一下除了实战之外其他的一个乐趣吧。好，罗伯特这边刚刚是有几个小的连段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小连段嘛，但是我也不说了，刚刚是闲扯了一些别的话题。我们现在继续来到了第二局。好，刘碧婷下 C 打击头，好，哎，这个打得很有意思啊，用空中下滑铲以后的话是跟上了一个反战臂，如果是实战的话这么跟其实不太合适啊，肯定是跟神龙打一个最高吊选。当然我们是个表演视频啊，也是不去追究其他的事情。哎，欧莱斯塔下 B 打了一个软连，刚刚是正好是打了一个这个下 B 跟上免 C， 最后打晕之后的话是选择了直接爆气一个大饼结束了大门。这也看得出来啊， TASS 的对面的配合性很大呀，就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也不是知道吧，就是一定要通过很多种方式吧去知道电脑的出招习惯，然后在这样的视频里面让他给你做一个最完美的配合吧。好，跳低站一下 A， 然后一个反转地，刚刚是利用了这个判定吧，打了一个最近距离的这个葫芦啊，但是比较近距离的话葫芦是打不到别人身上的，然后在他最正面的位置挑衅，这个完完全全在戏耍，当然也是没有掉血。好，前跑到了这个判定的身后，下 A 站 B， 哎，漂亮，跳 CD 然后打康，最后的话一个反转 A 强行取消一发这个圣龙。好，最后是一个进 C 跟上了一把切菜啊，这是一个六类的特殊技。好，九七的话平均应该是十秒吧，十秒一个对手这样子。好，跳 CD Max 必杀，打晕一波，打晕一波带走，这可能还不到十秒。那么板崎良结束之后的话，现在是来到了谁？来到了百合。好，百合首发对抗这个金家范。好 CD， 哎，这一下升龙是故意漏给电脑一个破绽，结果电脑是因为跟人这个打的不太一样，所以反正是送了这个百合一套。好 KO 破费。好，百合面对这个猴子。另外说一下，虽然这种视频的时间嘛比较长嘛，但是我觉得观赏性还是算不错，包括里面的一些创意跟一些连段的想法，我觉得都是能够给大家一定的这个启发，所以以后的表演类型的这个通关视频吧，我可能也会多做吧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系列吧，当然不一定是九七啊，可能是其他的 KF 系列或者是这个通关游戏啊，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一直支持吧，我们还是往下看。
不过打这种类型的话，时间真的是比较长啊，因为九七，它这个等于是一个最速通关啊。这次通关的话，应该也是需要将近这个将近十来分钟吧，可能15分钟到16分钟吧。好的，波特对抗这个板崎良，小跳一下圣龙吗？点一下站 B， 最后是站 A 木压一个远 C 啊。刚刚是一个这个小的软连吧，先出的站 A， 然后后面是跟上了一个远 C， 这次打得很特别啊。Round two。好，罗伯特，好漂亮，下盘三连，这个就完全是知道电脑的习惯，他开局站着没有动啊，骗电脑 AB 啊。好，最后下 A 直接打抗，一个神龙是顺势跟上。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个 perfect。好，四连木压。好，板崎良打这个女子组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 好，这也是说一下，这是打电脑的关系啊。如果打实战的话，是九七里面是见不到这个背景的。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朋友注意过，就是打对战的模式，这个背景是见不到的，只有在打这个通关的时候，这个背景才能够看到，除非你是用金手指，可以刻意选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啊。当然，金手指的东西我们都不提。好，跳低，哎，漂亮，一套打晕，这个一个木压的极限连段。好，最后一个小连段吧，直接把这个神龙带走。但是他之前那一套挺漂亮的，应该算是打了一个临界吧。跳 C 逆向，然后站 A 四点，直接一个必杀，瞬间把对手打晕，耳濡了。好，一个切菜。好，这个完全在戏耍呀，就一直在躲对面的招式。好，一波打晕。目前是打了50多万，这个连续打了这么多 profit， 那么他们结束之后的话应该能够来到80多万吧。好，百合对抗风霸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 好，开局一个反转地，那反转 B 啊。好，反转这个也是一直在躲啊。好，他其实这个打 TAS 吧，他这个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躲八神啊，他主要是为了先加气啊，加气把八神应该是做一次的机会秒杀吗？我感觉。好，漂亮，反转 A 是正好是打康啊，那么下 B 软了一个站地，是接上了一个 max 必杀。好，罗伯特对抗克里斯。好，霍诺，哎，这两次是正好一个跑的身位，所以躲了过去啊，漂亮，这一套直接打在了半管，马上晕板。好，打地头，下逼，直接取消一个必杀，这个就不谈了，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啊，利用九七的挥空一个特性，然后是能够跟上本来跟不上的一个连段。包括像可以形成一些特殊的无限连啊，像 Tabby 的话可以破二叉，像 King 的话可以一直踩啊，一直小的升龙脚啊，升龙拳。好，跳地下 C 一个小连段，这样的话打晕了。好，没有晕啊，这个直接带走了。好，罗伯特现在是来到了最后的一个蒸汽加射。好，跳低远 C， 好，必杀直接带走，下低直接取消一个龙虎乱舞。好，现在是来到了大蛇，来到了最后一个角色，那我们今天的解说也是接近到了尾声啊。好，不知道这个系列大家看起来觉得怎么样，我相信对九七的玩家吧，应该是算看上来比较过瘾的，虽然跟实战有一定很大程度的不同，所以以后的话应该还是会经常做吧。
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系列。好，板崎良一直在这个戏耍大蛇啊。好，最后满到了两颗气，应该是要开始进攻了。而乌拉，好，反转 A， 这个反转 A 是有一个 but 的效果，爆气。好，没有选择爆气，切菜换一下位置，目前是来到了满血啊，漂亮。下一下 C Max 必杀，好，直接选择了龙虎乱舞结束。好，必杀直接结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解说也是到这里啊，十分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下次的话会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97或者是其他游戏的 TAS 精彩通关系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和大家再见。